到底做错了什么会遇到你，没有你一点也不扎心，有了你凌乱我的神经。嘿、hey, 我到底得罪了谁才遇到你，开始怀疑人生，可为什么偏偏爱上了你？我不想跳进你的坑里，再逃不出去。我的心不欢迎你，可偏偏我和你有了一种奇怪的默契。香水了，但怎么还是掩盖不住那股浓浓的小胡精味啊？你说是不是平时亏心事儿多多了？哎，现在毕竟不是人见人爱的社会了，人在做天在看呢，有些小人行径啊还是收敛点好。这依我看呢，这还是家教的问题。你说这当妈的平时是怎么教？丹飞，你到底有没有抢可儿的男朋友？你跟妈说实话。妈，唐可儿行啊，自己没有能力 hold 住男朋友，还博取一大堆人的同情，自己做错事不先反省自己，还指责别人。他们说的没错，你就是没妈教。我不需要你这样的妈来教我，从小到大你教过我什么了？你什么都没有给我。好，既然你觉得我错，那我就错给你看。居然会有这样的人，自己的妈妈就在眼前，居然可以当作毫不相干的一个人。哇，这也隐藏得太深了吧。阿姨，你头疼好点了吗？我没事儿，就是被气的。可儿啊，是我叫你无方，如果丹飞做了什么伤害你的事儿，我在这儿替他跟你说声对不起啊。没事儿，您不用跟我说对不起。我相信胡斌，真正的爱情不会那么容易被抢走。妈，你先歇会儿。胡斌，你跟我说句实话，海月新媒体是不是保不住了？崔丹飞有句话我很在意，就是你爸爸辛苦创立一辈子的产业不能全都落入他人之手，你爸的在天之灵也不会答应。飘絮无处藏匿，下不完的雨
就像爱哭的你，远远地跟着我，有些闹，有些烦的你，所有的快乐都来自你。如果我难过，也都是因为你。跌跌撞撞寻你，我相信你从未离去。你的欢笑，你的委屈，牵动着我每分情绪。流淌的浓烈是你的真情，付出了我孤单的心。是你，世界上无可替代的你。是你，让我抛弃一切向你狂奔去。不能没有你，哪怕全部都失去没关系，只要一起。是你，世界上无可替代的你。是你，让我不顾一切向你狂奔去。不能放下你，哪怕全部都失去没关系，只要和你。是你，世界上无可替代的你。是你，让我抛弃一切向你狂奔去。不能没有你，哪怕全部都失去没关系，只要一起。是你，世界上无可替代的你。是你，让我不顾一切向你狂奔去。不能放下你，哪怕全部都失去没关系，只要和你一起。你是我能想到的唯一幸福结局。要帮着保海月新媒体，嗯，他脑子犯昏了吧？他这坏人当到底啊！这捅人一刀再给人送药，算怎么回事？反正我从爱杰集团内部打听到的消息就是这样。哎呦，我好不容易才把海月逼上绝境，眼看就要收购他们公司了，这又出这种幺蛾子。好像听说是那个叫崔丹飞的主播逼着陈助理保住海月新媒体，她是陈助理的女儿。喂，陆翔。可儿，你现在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那霍斌说跟你分手的事儿？分手是两个人的事情，他一个人说了不算。我想去个地方，你能不能带我去啊？好的，我晚上过来接你。嗯。对对对，就是这个方法。嗯。你需要的针线呢，在桌上。我先去忙，你有事的话再叫我。嗯。
们都说，女孩如果穿上自己缝制的婚纱的话，那她一定会收获最美的爱情。慧敏怎么可能跟我分手呢？她看起来是有点孩子气，但是说到爱情，你知道，她比谁都认真。我们好像没那么熟，你有什么话就说吧。他现在公司也快倒了，要钱没钱，要什么没什么，你图什么呀？在你眼里，有利可图，两个人才可以在一起是吧？爱情，爱情你懂吗？爱情就是，就算他一无所有，我也要奋不顾身和他在一块儿。啊，对了，你是冷血动物，你怎么可能懂？我猜。你应该没有爱过别人吧？我告诉你，你那些什么所谓爱情，都是假象。还有，海月新媒体我志在必得，你别坏我的好事儿。哥，其实你对可儿的爱情，并不像你嘴里说的那么儿戏，对吗？哥，我既然选择了在一起，就不要轻言放弃，不要变成让我瞧不起的孬种。这身衣服去跟霍斌求婚的话，他一定会答应的，对吧？祝福我吧，可儿，答应我，你一定要幸福。我会的。什么情况？霍斌，你看这件婚纱美吗？是不是比你让徐亚摩披的那件漂亮多了吧？我觉得，这是每个女孩最幸福的时刻，所以一定要让自己心爱的人看到我最美的一面。霍斌哥的电话打通了吗？我正打着呢。啊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我正录着呢。我一会儿就把视频给霍斌发过去啊。霍斌，我等你来牵我的手。我们这一路走来，发生了那么多事，
经历了那么多风雨，都还一直在彼此的身边。这一次，你也会在我身边的，对吗？可儿，我别，你说的对，霍边爸爸辛苦创立一辈子的产业，不能就这样全没了。必须得尽力保住，无论以什么方式。好的，阿姨。就当我这个当妈的，求你了，你放手好吗？为了我们爱杰集团，你就做一件好事，行吗？妈，您在说什么呀？我知道，我怎么阻止你们俩在一起都没有用，所以，我只能求你们，我求你们了，我求你们了。妈，您在干什么呀？求你们了，你别这样，阿姨，阿姨。妈，你先起来，妈。我不起来。除非你现在就答应我，跟崔一丹飞顶婚，不然我就不起来。妈，你别逼我。你爸爸的产业能不能保住，就看你今天的决定了。答应你，我答应你。霍斌，现在宣布跟崔丹飞订婚。从这一刻开始，崔丹飞就是我的未婚妻了。唐可儿小姐，从今天起，我们之间再无瓜葛。
陆总，喝茶。谢谢。哎，可儿他……哦，我帮你去看一下，可儿醒了没？陆总，你等会儿啊。嗯，麻烦了。大家都担心死你了。我没事，我睡醒了。啊，你查什么呢？我突然想起唐氏基金会的负责人刘嘉欣，我在英国跟他见过面。这几天他回国了，我准备一些文件，看他有没有兴趣投资海悦新媒体。哦，如果他投资的话，我们公司就有救了。我出去一下。啊，可儿这是怎么了？在山水间寻找属于自己的友情天地，争取树林咧，感觉到嗰种清新嘅气息。哇，点解仲有咁靓嘅树木？倾听大自然最原始、淳朴却丰富多彩的声音，港眼看天下山水传奇，周二起早上。可儿，我没事。我知道霍斌为难，他这么做是为了保住海悦新媒体。但是保住海悦新媒体还有别的方法，我会去找唐氏基金的负责人，事情会有转机的。刚才的方案尽快做好。好的。别急，快看一下，快看一下，我是唐可儿，我们在英国见过面，这是我的资料。啊，别急了，闭上眼啊，踩到人了。刘总，没事，没事。伤到哪里没有？不要紧，没什么事。哥，你找我呀？当初你为了和可儿在一起，还跟我打了一架，现在算怎么回事？竟然和崔丹飞订婚！怎么了？啊？怎么还手了？我是该打，所以不还手。早知道现在这样，我就不应该放弃追可儿。你知道现在可儿成什么样子了吗？啊！可是没有办法，事情都发生了。现在崔丹飞是我的未婚妻，已经这样了。今后怎么样，就随缘吧。陆总，我们的钱现在调不出来啊。为什么？我不是已经签字了吗？因为在华直播没有我的签字，钱你当然拿不出来。那是我带来的资金，钱进了公司就是公司的财产，要有完善的财务制度。我只是想把霍斌的钱还给他。还给霍斌？疯了！那本来就是陆家的钱。霍华成一手创立了爱杰，我和小金的钱都已经投进华直播了，霍斌的钱应该还给他。不行，现在华直播正准备上市，急需资金。霍斌也同样需要资金，海月等着这笔钱去救呢。那个败家子儿，大嫂的钱不是拿给他了吗？不照样被他败光了？那还不是因为你背后搞小动作，害得他们赔偿了巨款。既然出来做生意，竞争肯定有，他守不住是他能力的问题。总之，华直播即将上市，钱绝对不能从华直播拿出去。Thank you.
两天妻子好多了，心情好呀，就是不一样。霍斌，我们订婚的事情要不要订一下酒席啊？霍斌。哦，随便吧。你就没有什么要跟我讲的吗？为了尊重你妈，我必须得见。跟你妈联系一下。如果他们知道我妈是个清洁工，他们会怎么想我？丹飞，啊，丹飞，啊，阿姨，是这样，我妈最近好像挺忙的，我跟她去约一下时间，可以吗？行吧，行吧，行吧。都到门口了，不进去坐坐？我又不是找你的。那就是来找你妈了，她这个时间在我这儿，走吧。妈，我都跟你说过了，不要再做清洁工，你为什么还要做？你没钱我可以给你。我没觉得我靠自己的双手劳动挣钱有什么不好，你的钱是你的钱，我自己能挣。那我爸不是也可以给你吗？我说过了，我不需要。你这样要我怎么跟你说嘛？妈，我让你怎么样？让你见不得人了吗？你有个清洁工妈妈，就这么见不得人吗？哎呀，你妈可比你有骨气多了。我们母女说话，你插什么嘴？妈，这是我给你买的新衣服。霍斌妈妈说要跟你见一面，嗯，谈一下订婚的事情。牌子货，很贵吧？这是浪莎，专门是你这个年龄的衣服，跟牌子不牌子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是嫌我平时穿的衣服不够上档次？难道我不穿贵的衣服，你就不知道怎么跟别人介绍我了？哎呀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丹飞，妈妈就是底层出身，你也是贫苦人家的孩子，这些不是靠包装能改变得了的事实。另外，爱情不应该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。订婚宴，我是不会去的。妈，妈，妈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妈，妈！哎，你别走啊！那他走了，我这活还没干完呢。我给打个电话，把他叫过来。哎，你别，我来。对嘛，摆正自己的位置，不是说和别人订婚了就能麻雀变凤凰。陆明杰，你有完没完？所有人都讽刺我说我是错的，我也知道我是不对的。我用我自己的方式去得到我的爱人，我错了吗？我会让你清醒起来。对不起啊，于阿姨，我妈妈这段时间身体有些不舒服，订婚宴的事我们晚一点再约吧。没有人真正关心我的幸福，那也无所谓。人从来就是孤独的，只能靠自己。霍斌。
我们订婚以后呢，你还是海月新媒体的总裁，我会帮助你把海月新媒体做好，相信你很快就可以重现自己的雄风了。我知道你暂时放不下可儿，没关系，你暂时把我当成好朋友也没关系，只要记住，我们这一切都是为了保住海月新媒体，所以你就不要胡思乱想了。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公司，跟感情没有关系。戴飞，我……你不用说了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没有人想过我为你付出了多少。没事儿，一切都是值得的，只要你开心就好。戴飞，谢谢你啊。我们去看订婚要用的东西吧。好啊。您好，欢迎光临。你有什么需要的？来这边看看。这边都是我们的最新款式，您看一下。不好，去那边。这崔丹飞也太恶心了，跟霍斌出去吃个饭，哪那么容易被偷拍啊？八成是自找的吧。甜甜，我回来了。你回来了，可儿，怎么样？你说去找的那个风头，唉，今天没成功，下次再找机会吧。我上楼了。那你就好好休息一下。可儿，谁稀罕看他秀恩爱？不看了，不看了。可儿，我再出去想想办法。啊，喂，嘉欣姐，现在有空吗？有，我现在就有空，我现在过去。好。嘉欣姐，截止当前，全国在线直播平台数量超过600家，并且未来5年，网络市场规模会越来越大。有研究认为，网络直播及周边行业将撬动1000亿级资金。现在直播行业的前景大家有目共睹，就如你所说的，现在全国在线直播平台已经超过200家，可谓是大浪淘沙。我又为什么一定要锁定你们海月新媒体呢？我们海月新媒体成立至今，也签了非常多的网络主播，一直备受瞩目，一直在坚持做正能量的直播。你们海月新媒体，康可儿，你没搞错吧？你还以为你是海月新媒体的一员吗？我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海月，可我并不打算把你留下来。现在这个你说了不算。对，我说了是不算，但是你作为一名普通员工，私自约见风头，你有这个权利吗？那是因为我做的事情都是在挽救海月。不需要你这么伟大吧？现在我是霍斌的未婚妻，公司的事我说了算。可儿，你确定你不是在浪费我的时间吗？嘉欣姐，嘉欣姐，请留步，你听我解释。我跟你姑姑是认识的，在英国跟你也有过一面之缘。当时你在公司学习的时候，表现非常的不错。我觉得你是一个有能力的年轻人，这次主动跟你见面，是想给你一次机会。可是事实呢？你让我太失望了。留步吧，我还有别的事情。待会儿咱们去逛街吧。好呀，我也好久没逛街了，正好去买点东西。走。吴子琪，走。
小淼，我来了。坐对面去，离我远点。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，赶紧执行。不是我，徐亚萌，你哪那么多废话？早啊。哎，说好了早上开会，胡静和王美人怎么没来？因为不买你的账，就不来呗，有什么奇怪的？我来也就是来观摩一下某小人得志的样子。这样啊，霍斌今天去跟电视台的人谈事去了，可能我们海月新媒体将来会跟电视台合作。这绝对当权者的语气怎么听着那么刺耳？哦，对了，投资落实了吗？别开口闭口真把自己当海月新媒体的总裁了。于小淼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怎么了？看不惯我？看不惯我灭了我呀？灭不了我就劳烦你忍忍吧。行了，本小姐没心情听了，散会吧。哎，小淼，你等等我。哎，又是一个陷入了爱情的傻子。你说我们的人心思都不在这儿，还开什么会啊？有病啊？是，我是有病，还病得不轻呢。崔总裁，我可以向你请个假去看个医生吗？崔老大，我也走了，拜拜。崔小姐，崔小姐，崔小姐，陈总他正在开会，真的没空，你不能进去啊！崔小姐，你别为难我，你真的不能进去啊！崔小姐，丹飞，丹飞，你知不知道你刚才的行为非常鲁莽，你不应该就这样闯进来。我就问你，海月新媒体到底能不能保住？我答应过你的事，我一定会做到。那到底是什么时候吗？戴飞啊，你知道我在爱捷集团的占股并不多，只是一个代理董事长。这种事我得跟那大股东们碰。我都已经答应霍斌会保住海月新媒体了，那现在让我怎么办？你在这儿根本没实权。我，戴飞，你知道我这么做都是为了弥补你，弥补你以前所受的苦。我希望你以后跟爸爸说话不要这么冷冰冰的，好吧？等你把答应我的事办到了，再以父亲自居吧。小淼，你听我说啊，你是喜欢我的对吗？为什么你就不承认呢？因为我们不能在一起。为什么我们相互喜欢却不能在一起啊？因为气氛不对啊。现在霍斌哥和可儿正处在想爱不能爱的水深火热之中，我们现在甜蜜的谈恋爱了，那算什么呀？岂不是给他们撒狗粮？现在在一起确实是不太合适。看吧，你也这么认为。所以啊，我们还是先帮他们复合，以后我们再另做打算吧。那要是他们不能复合呢？那我们就不能在一起了。说的有些道理。那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啊？我们得想尽一切办法让他们俩复合。啊，可儿，别推我，别推我，你就听我的准没错。一会儿你去多飞咖啡去一趟，我保证你有惊喜。什么惊喜？小淼，我还着急给海月新媒体找投资人呢。我会帮你找的，我爸生意上的朋友我也认识几个，你就听我的啊，你就相信我一次。哎呀，反正你去就没错了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小淼。喂，我这边任务已经完成了，看你的啦。哎，你这一天闷在家里多无聊，我带你出去走走。我哪有闷在家里啊？我刚从外面谈完事情回来，我就想在家待一会儿，不想出去。哎，我知道一家咖啡店特别不错，咱俩去坐坐吧。改天行吗？我今天真累了。不行，就今天。哎，你就别废话了，跟我走吧。干嘛呀你？不就是喝咖啡吗？多大事儿啊！对我来说很大。
哎呀，走走走走走，哎，你就陪我去吧。我去还不行吗？快点儿。霍斌，跟电视台合作的事，我也去找了朋友，他们跟电视台的人有交情，说马上带我们去跟人谈谈。这现在啊？对啊，都跟人家约好了。好，我马上就去。嗯，杨墨，喝咖啡就改天吧，毕竟公司的事情要紧。走吧。哎。小淼，嗯，你说的投资人怎么还没来啊？嗯，应该在路上，快了。哦。人让崔丹飞带走了？不是吧？你叫我来这儿，到底是干嘛？可儿，你知道的啦，我爸生意上的事儿，我从来不感兴趣的。他的世界跟我的世界完全就是两个不同的星球嘛，我怎么会约他的朋友跟你见面呢？其实今天是我跟徐亚摩想约你跟霍斌哥出来坐下来好好谈谈，把误会解除的。谁知道又被崔丹飞截胡了。你说你们这对苦命鸳鸯怎么那么让人着急啊？不过我相信这美好的爱情总会经历风雨才会见彩虹的。小淼，这是我跟霍斌的事，我不会放弃这段感情的。虽然南东电视台没有当即答应跟我们合作，但是呢答应了给我做回访谈，而我呢作为主播就代表了海月。我现在迈出了一小步，但是很快就能迈出一大步。是值得庆贺，今天跟他们聊得也很顺利，相信今后还有更好的合作。干杯。干杯。相信我可以将寂寞驱散，给你最久的陪伴。相信你会懂我有多勇敢，就像迎着风雨飘摇回家的孤帆。如果你决定要放弃了，如果你不确定还爱着，请不要把回忆也一笔勾销，我来替你记着。因为我还在继续等着，因为我相信你是我永不变的选择。我还相信爱你是对的。如果你决定要放弃了，如果你不确定还爱着，请不要把回忆也偷笑，我来替你记着。因为我还在继续等着，因为我相信你是我永不变的选择。我还相信爱你是对的。如果你决定要放弃了，如果你不确定还爱着，请不要把回忆也一笔勾销，我来替你记着。因为我还在继续等着，因为我相信你还是我永不变的。